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是一群蒙恩的儿女，再一次聚集在神你的面前，我们谦卑来到主你的面前。神，我们谢谢你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回顾我们过去一年所行的路径，都有神你满满的恩典与带领。也许我们经过狂风暴雨，我们身陷苦境，但是神你的灵你的手永远牵引着我们往前面来奔走。我们凡是靠着神你的大能，我们就凡事都能够行。神，恳求你不要让我们每个人轻看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自己的地位。凡我们所手到之处，我们将神你的馨香之气都带领到那里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为我们而成为别人的福气。神，恳求你帮助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知道我们深陷很多的危机，无论是我们的食品的安全，我们国家的政治，我们国家的经济各方面，都深深的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民。但是神，我们希望再次透过选举，我们对未来能够有盼望。我们看到许多的政治人物，当他们拥有许多的权力的时候，神，恳求你的话语再次提醒他们，人民的安全、人民的健康、人民的福祉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恳求你让他们用他们用神的话语作为他们的标准，而不再是用个人的良心。因为我们知道在人里面没有准则，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一把尺往往都是偏离的。神，唯有你的话语是我们的道路，愿你的话语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照亮我们的政治人物。神，也恳求你保守我们永福教会。我们经过了两年多的等待，感谢神，你带领王牧师要来到我们的当中，要来带领我们。我们看到王牧师的特质是充满的活泼，充满的神灵的馨香之气，在他所走到之处能够带去兴起。愿神灵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当王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愿意每一个人将我们自己献上在你的面前，愿意与神来同工，与牧师来同工，与我们的传道一起来服侍你。神，恳求你眷顾我们的教会所有的年轻人。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是一个充满了一个不安的一个世代，很多的年轻人就像浮萍一样找不到方向，四处的飘荡，以至于充满了很多的一些网络的一些色情暴力各方面残害他们的身心。恳求神，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做光做眼，将彰化地区的这一群年轻人透过我们的努力，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让他们自己的道路能够交托在神的手中。神，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上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在工作的当中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遇到很多的困境，遇到很多的抉择，遇到很多价值观上面的一个判断。神，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就交托在神你的手中。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神你的话语里面来成为我们的帮助。神，谢谢你，再次恳求你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谦卑在神你的面前，我们将每一个人自己摆上，求神你听我们的话语，也安静我们的心。你的灵此时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再次的领受从灵传道这边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让我们刚强，让我们壮胆，让我们在这世上做光做眼。我们这样献上我们谦卑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来念，我们一起来恭听。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上帝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里，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接下来我们要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证道，他今天所要分享的是旷野中的预备，旷野中的预备。